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 Kiki 许佳琪。养生小妙招就是睡前的时候，贴艾灸贴，然后多喝热水。最近在听，Bad Guy， 还有是 Simi in the Crown， 还有 Frozen， 有。上次 Love Short 就没有录练习室版，然后之后会出练习室版，还有最近在想着朴泰明的 Move Trouble Maker 一直在考虑，但是呢，我的搭档等我们俩都有时间吧。我之前出过，就是在直播里面有教大家怎么画一字眉，就是还有那个漫画公主的妆，大家可以辅导。对，琪琪妈妈很严格，严格其母，就说成功的人是要早点起来的，什么切什么，你每天运动了吗？你每天看书了吗？琪琪妈妈各种说你胖了，明明就是你们没有给我修图。没关系，我会好好减肥的。刚才我明明今天说今天吃水果的，可是刚才吃了好多肉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向前披荆斩棘向前冲，我们是family，加油！